喂，什么？长官，管家回来了，在哪儿？在楼下值班室呢，快叫上来。是。老太太，您没事吧？他是想告诉我，他不是孬种，却告诉他，投降鬼子就是最大的孬种，绝不能原谅。行了行了，别啰嗦了，你能想到的我也行。走，你还有啥不放心的？你留下来，跟你藏那儿。红警说陈国荣。果然如此。我怎么没想到呢？长官，您赶快下令吧，逮捕杨某、佟参谋，还……这件事不许再跟其他人说，明白吗？明白。包括日本人。我倒杯酒。身体还不是喝酒。酒。酒完了，坐下了。是。长官，现在逮捕还来得及啊，不然他们俩一出去，那就等于放火归山呐。你准备好武器，待老太太出了城，交给他俩。是。您。您真的确定这么做？我的手臂受伤了，但脑子还在。如果他俩真的是铁拳判打，回前线至少是要两天。但一小时后，103师就更换旗号了。万一他俩劫持老太太做人质，那就证明他俩一定是铁拳叛党或铁拳同情者，对吧？对呀，对呀，那不就糟了吗？那未必是坏事啊！现在逮捕他俩，杀了他们，易如反掌，那已经没了意义。时间和利益才更重要。话语权在我这儿，劫持老太太的不是我，是杨某子佟参谋。去吧，准备武器，通知师部，把杨某的爹看严了，听我指示。是。您看那个宋清，他就另当别论了。一起走吧，你佟参谋跟我，咱们一起走是吧？佟参谋走，我留下。
去哪儿了？陆宋军去了碑林，他让我把车先开回来，说怕耽误老太太时间。坏了！喂，这是怎么了？这是？过来，过来！ 那边的队，是。你送你的队，是。说实话，我看他是宋清认识的人，怕惹麻烦，所以没说。再说了，他不过就是个说书的。他是武工队的人。啊？ 不会吧？他要是武工队，那宋勋又是谁？你作为军兵营长，完全失职。すぐに身柄を拘束しろ。哎，长官，我啥也不知道。长官，长。何があった？ 周りの周りの人間に問題があります。誰だ？もしもし、沖田だ。わかった。周りの女のあの孫鎮が失踪しました。失踪？どういうことだ？あの女は裏切り者です。 軍軍隊の人間たちと協力してました。だから逃げたんです。おかしいな。失踪してどれぐらい経つ？30分ほど前に場外に出てます。前もって逃げる準備をしていたようです。今すぐに探射部隊で追いかけ、お気流以内を捜索すればおそらく見つけることができるでしょう。いや、その必要もないだろう。なぜですか？ 行け。はい。もうすぐ会議の時間だ。ここは 有名な陸軍病院だ。多くの兵士がまたここから戦場へ行った。閣下、どうぞ。ならん！ここで一番の外科医です。 東京医大出身です。おお、ご苦労。頑張ってくれ。時間だ。バエはどこだ？起きた。マルユを呼んでこい。 少々、ここが会議室です。ここは病院で、ここで手術などが行われます。我が軍の兵士はここで治療されます。多くの患者がここで治療を受け、我が軍の力となっております。ここは主に会議をする場所で、中が手術をする場所です。
二少，我们的战争已经到达尾声。对不起，我稍等一会儿。怎么在这里，长官？我躲过一劫呀。老张说，好多事儿你都记着。不是，是的，是的。杨木和董泽芒是什么人？他俩呀。没啥事儿啊，没事儿啥是什么意思？就是，阿霞，送钱的事我才知道，我已经派去士兵，是搜寻单元可以找到他。见笑了，哪里？请一定要找到他。我们一定尽力而为。老太太好，老太，我们班长官说呀，本来是要送你的，只是怕惹你生气。上车。将军等了半个小时，你要是改变主意，现在还来得及。放行？为什么？因为我同意了。老夏，那两个人极度危险。我们的会议该开始了吧？我起来了。那你？間違いないな。そのまま行かせろ。だが礼儀は尽くせ。そうだ。
经下令的，安心，执军礼。杨木没有走，他躲起来了。拒马镇就那么大点地方，他能躲哪儿啊？那，接招！啊，好，好，好。队长，俺知道你要留下干啥。你知道？你要杀马瑞。老太太，你慢点，你慢点，你慢点，喘口气。一路颠簸让您受苦了。那你去哪儿啊？送您去博阳。我要回师部去。您是说？你跟我一块儿回。是。宝儿，你这从哪儿来啊？旅社。旅社。进门要搜身，啊！俺身上没东西。咦，你还胆大了？哎，哎，干啥呀你？你这什么东西？没这东西，拿出来！没有。你敢拿出来？没有。吵什么吵？吵什么吵？什么事儿？长官，你看他身上藏着东西，我叫他拿出来。拿，拿出来。你进去。你妈，东西他没要。他怎么说？老太太说你的勋章被他没收了，他还说投降鬼子就是最大的孬种，绝不原谅。如果前线有了动静，马瑞一定会知道。我等的就是这个消息，这是最大的事儿。现在没有事儿比他更重要。俺留着心，一有消息俺就来。算是看出来了，幺零三师全他妈是孬种。那咱们打吧，就咱们一个营，怎么打？来点红黑，咱去奔个一，还交给你还破。
我们仨没得了，我给你证明。情况怎么样？姚丽三十前也没有动静。什么？进来。后方医院正在撤退，但由于缺乏车辆，行动迟缓。纵队领导请我们再死守两天。日军火炮已经消阵，他们就要进攻了。日军的主力已经向东线进击，八路军一次的压力很大，我们也实在是难以抽出兵力前去支援。把预备队我调上去，火速驰援。探花，国军司令部已经抽调预备兵力，他们正在日军的右翼进行掩护，马上致电表示感谢。是。结果让他少受点罪，你把脸转过去。大黑还在说点嘞，听得到，一起让他快去。不行，别争了，前面就是杨各庄，我去找三柱子，时间来不及了，咱们要分头行动。好是好，可前线的连队都有警戒，你咋去啊？あなたのご意見は？阁下有何意见？这个条件没有诚意，我不能接受。あなたの意見はわかるが、いろんな問題もあり、時間がかかる。也需要时间。我有时间。時間はあるそうです。もう時間がないんだよ。前線の総攻撃は秒読み段階だ。倒计时。假如盟约没有签署，到了时间会怎样？どういうことになるのでしょうか。このままだと強引に攻め込むしかない。導入し、犠牲も出たろう。戦いが少し長引いたとしても、戦場はどこも同じだ。不安はない。没有悬念。也就是说，你们并非需要我配合。必要とし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すか。い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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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戦わずして勝つのが上策だ。才是上乘之道。我该换药了吧？是的，长官。对不起，侍卫。一時退席します。閣下、なぜ同意されなかったのですか？先に同意するのではなかったのですか？ああ。常に彼の態度は肝心だ。しかし今は時間がありません。時間を考えると我々と同様緊張している。彼のカードもさほど強くない。追っ手をかけたのか？すでに指定の位置に到達しております。連隊長、追っていて誰を追うんですか？奴の女よりばあさんの方が重要だ。前と比べるとな、結果的に手持ちのカードの多い方が勝つ。連隊長、閣下、ちょっと失礼します。曾经那些事儿你能不知道啊？嘿，我问你话呢，他跟王凤凰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俺也不知道是咋回事。你说你平时你服侍他，他就没跟你说过一些别的事儿啊？他有啥事儿也不会跟俺说呀。长官，小姑娘，
閣下、お話を失礼します。マルを見てきましょうか。長官。前線からの報告です。シナ軍が我が軍の側面より迫っております。どこの部隊だ？シナ軍が臨時に徴収した公衆部隊のようです。我が軍の側面より迫っております。起きた。はっ。すぐにバエのとこへ行け。迷惑の条件を相談する。はい。はい。黙ってろ。ばあさんを捕まえるまでな。はい。阁下，先帝怎么样了？我长官身体有点不舒服。哦，那我马上找医生过来为你检查。何必啊？阁下是一名重要的职级，北平的文武官员都对你极度重视。啊，阁下，我们的将军为你等着呢。追兵有消息了吗？你说是宋军？当然。目前还没有消息。あなた満足かな？阁下是否满意？第一条没有问题。第二条，我们也可商榷。第三条是不是可以修改为盟约签字即日？将盟约简要建于不少于十份重要报纸的头条。公表するのかね？正式改变非儿戏，承诺要公开。これは軍事秘密だ。公表すれば当初の密約に背くことになる。这里包不住火，何况一个国军师的改变，此事早已风生水起，掩盖已无意义。既然如此，我也不用再藏着掖着。贵部不是认为我是一面旗帜吗？旗帜不被展开，又何以为旗帜？あなたの分析は条項について上と話してみる。バエが政局を握っている。こやつずるいぞ。閣下、お話ししておきたいことがございます。なんだ？マルイが母親をこの地から逃そうとしているのは彼の思いやりからです。でもなぜあの危険な二人と一緒に行かせるのでしょうか。それも同じ車でですよ。毎日自分の母親が奴ら二人の人質に取られるとしたら一体どうするつもりなんだ。我的，好用不？胶皮轮子铁轴承，马腿跑得快。去哪？骑马回来咱。那得100多里，那给多少钱？没问题，给你头驴。哦，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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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车，马上上车，牵驴。啊，好好，起，上车。来喽！老太太，喝点水。偷什么？
大嫂。哎，哎呦我的娘哎！哎，恒参谋，孩子猴子啼叫的厉害啊！啊，不点也不宽，就是爽呀！哎，老太太，你咋了？宋清呢？火车站了。他去火车站干什么呀？那他没告诉我吗？哎呦，走了也好，他当初就不该一起过来。哎，恒参谋，这车快呢，还是火车快？火车快吧，火车基本上跑的是直线。那就是嘛，火车肯定还得快，是不是？火车这咱对火车，对火车吃煤，这吃哎，咱这社会咋不吃煤嘛？你小点声，我听得见。哎，东南哥，这咋开？你拿手。好。不行，老三毛，他们比你开得快，要不是这，把我放地下，我就记住他们。不行，你下去太危险。哎，你放心，我是我手底下，他们打不死我的。我跟你说，我要带老来人兄弟们去打鬼子呢。不行，放心吧。哎，慢走。条件が良くない。いいところに帰よう。非常に感謝いたします。非常感謝。今天谈完，我明天就走。我々は上の命令を受けた。お前の条件をそのまま受けよう。哦。できるだけ早く新しい競技場を作る。今晩整理して新聞社11社に出す。明日の朝載せられる。それでいいだろう。好。阁下，这是北平、天津、金家驹、满洲与南华等十一家宝鸡的名称，请过目。好。记者团随后指导。競技書とニュース原稿を作れ。早く。急げ。はい。找他！报告。军代表。全体都有，蹲下！哎呀，这是什么玩意儿啊？今天武工三队正式成立了，打今儿起，俺就是三队长。老话说，一切行动听从指挥，军令如山倒。哎，三队长，坐下。你能问谁了？你就说啥命令。俺下第一个令就是，打今儿起啊，谁都不再去叫俺三兔子。就俺三队长，听到了吗？三队长，那队长是谁呀？大姐啊，是谁也轮不到你们。听好了啊，
哎，下第二个令了啊！啥事啊？那个打架劫持俺可不干。就你话多，还有这么关键吗？瞎叫瞎叫，瞎叫个啥？三秃子是你喊的呀？你二姐回来了。哪儿呢？看。二姐，哎呀，你快扶我下来！姐，这是驴啊！这驴可比马难骑多了。哎，你们这啥武装啊？二姐，我把这壮劳力啊全都组织起来了。啥？你真把武功三队给成立了？对，武功三队。好样的！等武功三队成立了，可得办大事儿。啥事儿，姐？这可是天大的事儿，这事成也得成，不成也得成。赶紧备马！哎，兄弟们，备马！太好了。大伙等得直发慌啊！时间紧迫，马上联系，快！好，太好了！团长，吉弟，铁拳兄弟，三营长是马瑞的大狼狗，汉奸，除掉吧！朱家岭和东山岭的电话线已被切断，那就发电报。但是营里没有电台，要通过团部，但是那有马瑞的死党。俺去苏家岭，你去东山岭，办完事儿还在这儿见。行，俺刚才跟你说的，你可都记得？记得。找谁？找集团的李团副，如果他不在，就找三营的王营长。你是谁？我是李团副二叔的外甥，王营长媳妇家的司令。干啥？李团长有分尸，他二叔突然给他带膏药，王营长家的媳妇快生娃了，叫俺报个信儿，起个名儿。见了面说啥？以炮团开炮为号，全军铁拳出击，铲除一支死党，同心打鬼子。谁传的话？军代表。好样的，三兔子！長官、我々あの車を追っていたとき、武庫隊遮られたので、道場に乗った車は追跡していません。なぜウコン隊などいるんだ。長官、長官、報告長官、您的電話。哪儿打来的？駒馬寨連隊。駒馬寨什麼隊？重連長官。营，请吩咐。都排好，都排好，哎，都排好，都排好。火车什么时候？啊，还得营一会儿。来来来，都排好。哎，我跟你说，哎，哎，慢点，走快。站开。来来来来，都排好。啊，请问你们站长在哪儿？你找啥事儿？有点不方便，小麻烦上你。这里条件不好，还是等上车再说吧。啊、哎，你认识骏马镇守备营长吗？你是谁？我是他表妹。啊，好，请跟我来。您是站长。哎，大爷，大爷，请请请。你先待一会儿，等会儿车来了，我会叫你的。骏马镇守备营长，有发过电报吗？还没有。你请。